今仔日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，各学校拢会举办教师节感恩庆祝的活动。四合乡白沙国中特别准备了学生亲手做的卡片，以及家长会准备的教师节礼物，由学生来赠送给老师，感谢老师的辛苦，也教育学生尊重老师的重要，希望学生能好好读册，莫辜负了老师的用心。李春，谢礼，谢谢老师。学生画出谢谢老师，表达出上大的感谢之意。这是四合乡白沙国中为着庆祝教师节，特别准备了学生亲手做的卡片，以及家长会准备的教师节礼物，由学生来赠送给老师，感谢老师辛苦。今天举办这个活动是要感谢各位老师对学生的用心。我们家长会有准备一个礼物送给老师们，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。那非常谢谢我们全校的师长。用心努力在教导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有个期待，飞沙国中虽然小，但是我们有一个目标跟努力，要让我们飞沙国中成为小校的亮点学校。老师接过学生亲手做卡片，心内是满满的感动，每一个卡片都是学生用心所做出来。老师看到卡片内底内容，也都是吹笑目笑。同学借由这些不同形式，让学生对老师表达很多他内心或是他跟老师不敢表达的一些言语，有很感动的地方啊，也有觉得蛮欣慰的地方。感动就是学生会看到你默默在做的一些事情，虽然他们表面上没有说过，会透过文字会让我觉得说哦，我今天默默做的这一些事情，学生会感觉到，那觉得这一切都值得这样子。就着告诉在各种的庆祝仪式，和学生向老师表达出上大的感谢，将平常时无讲出嘴的话，拢写入卡片内底。我当当时某学生勇敢念出卡片内底内容，给大家听，对面是真温暖。就是要谢谢学校，就是能让我们出去比赛，能获得这种能获得经验，然后还要谢谢品慧老师，就是能够把我的英语教得这么好。谢谢秋霞老师，平常都带领着我们国术队练习，然后在比赛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有很有成就感。然后也谢谢主任带我们去中正科普，然后让我们更深入了解每一个科学家的研究。每一个照顾学生的人都知道学校生活老师的重要以及辛苦，除了爱教学生知识，也爱关心学生的状况，因此这个活动也教育学生遵守中道的重要，希望可以好好读书，不要辜负老师用心。记者丁贵主场报道。